是大学，大学是什么？大学生才艺全面进化，进化。我觉得人哦，现在你真的要这个怎么讲，要有世界观。然后你越看越觉得自己不够，然后就要不断的去，不管是多读书呢，或多培养自己的一些才能。对，对不对？像这个谢淑薇当初也是这个就是世青的选手，然后到2014年，他现在其实在这个国际搭档双打要拿冠军都很容易了。然后自己呢，其实拿单打冠军也是。很厉害，哎，怎么样？怎么了？没有，我看到第二个例子在讲，对不对？你先讲第一个 ，OK？ 你是说超马好手吗？是第三个例子，是不是？对，超马好手林毅杰，没错，当初可能也是台湾的冠军，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四大那个就是超马的极地赛啊，他也跑过了，总冠军了，巡回赛总冠军。第三个例子我没有要讲哦，那就算了。对，制作单位举例沈玉琳呐，说从做节目啊，每天啊这样子，然后也会 rap。这样算有这个算是就是找人生的一个出路了，不一样的方向。因为他节目被停光了，对，他就再找一个出路，就想办法求生。求生高手，求生高手，对对对对，这个很厉害，这个厉害。是，马上请问大学生，节目中你有表演过什么样的才艺？现在有明显的进步有没有？哇塞，第一个勇敢的小芝，小芝，对，我一定要讲，因为我就是一个台湾后行不。然后我第一次煮菜的时候，然后佩珍不是你。我是大学生版的，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做菜，就是教大学生做菜，然后就被柯师傅拔帽子，然后那时候照干他杯，然后后来罗师傅，柯师傅，一开始是柯师傅，因为他试吃后他太生气，他觉得这能吃吗？然后第二次我就做大雷神，就没想到就是获得大家的好评，所以我就是觉得我的厨艺就是也不是好评啦，是大家盲吃嘛，对啊，对啊，我做的好吃，我接下来会继续盖房子的。好，后勤部就是什么都要，就是更精湛我的一些特别的才艺。他在用一个 metaphor， 可是他的那个国语一直在退后。对，精湛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恩琪都比你标准了，现在。阿伦，你确定吗？确定，确定。你有2.0吗？有吗？真的啦，以前的李连杰呢，只能很简单的说“大伙是李连杰”，但是现在的李连杰呢不一样了，可以做动作了。我可以简单示范，可以。好，来来来来，那我来来来来来来，真的不要拆掉，来来来。对，那个干嘛把它拆？就在上面喽。哎，前面有李连杰，大家好，我是李连杰。李连杰一现身就应该秀一套拳，干脆站好了，我秀一套灵秀拳，注意看啊。池塘的水满了，鱼也肥了，这就是灵秀拳。太悲惨了，这散发出的可怜感，也许就是李连杰2.0的一大突破吧。Patrick 自弹自唱，对，因为我唯一一次自弹自唱是在我爸爸被整的那一集，就我跟 Kiwi 的那一集。然后那天是父亲节，所以我特别准备一段给我爸。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心思都放在 Kiwi 身上，没有好好准备自弹自唱。我觉得后来我苦练，因为我觉得既然我要把这个当做我的才艺的话，如果我下一次有一个机会，我就可以好好把它表现出来。哦。对对，所以现在是要自 Q 表演，有机会，有一小段哦，真的假的？啊，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来宾，好，好吧，我才以为，对对，我们对，OK。今天第一位，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一些来宾是之前都来过我们节目，那后来呢，经过几年的沉潜之后，他们的才艺已经比之前更精进，所以今天打算来我们节目秀一下哦。首先第一位是欢迎杨元庆，欢迎他，欢迎。杨元庆，哎呀，欢迎你，欢迎你，好，天哥好，是就是好，你来过我们节目吗？对，大概多久前？大概是3年前我大二的时候。三年前，我想一下，好，我们那个，因为他的穿着有点像那个来打鼓，就我们还没录，他就把鼓打破。鼓打破那个是吗？是不是？不是，哦，好险，好险，不是，还是你给一点提示。我可以把一种玩具玩得出神入化，玩具达人，出神入化，请大家来猜看看了，记不记得？3年前小牛应该还在吧？那时候在吧？3年前我还在。艾波在吧？艾波在。张浩在不在？3年前，猜看看哦。玩具的话，这个要问一下 Patrick。我知道弹珠对不对？弹珠啊，弹珠要干嘛？弹珠就是它，这是小时候大家把弹珠当成一个玩具，或者是装在那个弹珠超人里面，但是它其实可以把玩弹珠控制的出神入化。节目有这样的人过吗？没有，好像没有这一集。没有这个哦。并写的是扯铃。对啊，想说之前有看过，就是在棚内，然后把那扯铃丢到很高或怎么样那种几层楼那种，他会不会是可以把扯铃玩得很扯那种？好像有点接近哦。对，来看一下你当时上节目的 VCR 好不好？来，这位神奇 finger 弹指秀。
经过三年，听说您变得更厉害。嗯，而且我准备礼物要送给你们。原来就好了，来来来，准备礼物，谢谢，谢谢。好漂亮哦，不会不会，他的溜溜球跟别人不太一样哎。哎，对啊，因为人家是这两个，对，这样往里面，他是往外面。这叫蝶翼型的溜溜球，蝴蝶型的溜溜球。表演通常都是用这种来，因为它跟扯铃一样比较好上线哦，所以可以做很多线上花式。好，所以你今天要表演的是一单手的线上花式溜球，交给你喽。来，欢迎。曾在节目中展现过高超溜溜球技巧的杨元庆，暌违三年不见的他，如今已经进化成了溜溜球达人了。我们马上就来看看他的精湛绝技吧。飞去，哎，都不会打结。哇塞！哇！绳子离手，出神入化。哎呦！哎呦！哎呦！太强了！哎，横转了！哇哇，还会魔术啊！哇哇哇！哇塞哇塞！非常强。
我觉得我们常看到这些同学的表演哦，其实有一句话真的可以就是让我们形容这个感觉，就是他让这个悠悠有生命，对，然后是好变他好朋友，两个在互动对谈的感觉，嗯，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我从8岁开始玩他，然后玩到现在23岁，玩了15年了啊。那你平常都喂他吃什么？喂，真的已经有生命了，你知道吗？润滑油啊，或者是哦，对对对对，是保养油，对对对。哇，那新招自己都要琢磨多久呢？像刚刚那个表演，我从头到尾花了1整年的时间，包括音乐还有任何的动作的设计。对啊，刚好多好，比如说有一个是好像从手背上这样子，这样他自己跳出去。滑一下。对啊，对，那个，对，这个要练多久？这个。其实你只要有手就可以做了啦。哎呦，现在有点，有点好像。没有，就是因为溜球它本来就会旋转，我们只要给它一个轨道，让溜球上上去就好了。哦。可是要做到那么顺手，其实很难。蛮难的。对啊，而且你又要创新招式，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这方面的高手的表演，那你又要怎么讲创新？不能够跟人家一样。就这个是不是最难的？非常非常难，因为太多的动作很多人都做过了，所以要想到一个全新的动作，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它。对，刚刚这一整段表演1年哎，好酷，好厉害厉害。今天既然讲的是才艺的全面进化哦，你又从3年前我们看到到现在进化不一样，今天有没有什么刚刚私藏的秘技还没有展露的？私藏的秘技吗？我可以用溜球去点火柴。有准备影片是不是？对对对，看一下。摩擦力，点燃火柴。所以问一下元庆，你现在这个溜溜球已经进化到什么境界？我今年年初我创了一个金氏世界纪录。什么大胃王吗？用溜溜球去抽餐巾布。这很难想象哎。怎么办的？这个之前已经有人做过这事情，但是你破了他纪录。应该说是创，然后有请那个金氏世界纪录的人来认证这个记录哦，所以你今天算是因为3年前来过，所以你今天算是饮水思源，假归期拜求桃回来报恩，因为我们开发了他这条，感恩的你，感恩，谢谢。我们来看，接你东西都带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达人神技不可思议，展现世界纪录实力。你怎么会想到用？对，是用球去扯那个桌布。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溜球大师叫 John Higby， 他跟我 PK。那他的记录是10张，我的记录是1分钟12张。哇！元庆今天要为我们来表演呢，抽这个餐巾，好神奇的画面。哇！好帅啊！再一次。大学生了没？没想到3年不见的元庆，溜溜球技术更是有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就让我们来瞧瞧那溜溜球抽桌巾的超强必杀技吧。好，元庆今天要为我们来表演呢，抽这个餐巾布，这个要证明给大家看是真的，哎，压在上面。好，哎呦 ，OK， 好，利用溜溜球。可能元庆你再调一下，哎，对，哎，好 ，OK， 好，没问题啊。好，来，有请。怎么会？怎么办到的？那溜球是从下面去抽他那个布，就噗就被包起来了，这样。好神奇的画面了！哦，快一瞬间，太神奇了！哇，好帅啊！哇，再一次，可以吗？可以吗？我们再一次，好好看哦。OK， 那就再来一次。神奇哦！好，来。哇，好快哦！而且现场我们听到那个，哇，敲到桌子，哦，好强哦！这个，等一下，这个太好玩了。
第一个要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用对溜溜球去扯那个桌布？是在吃喜酒之后无聊吗？还是？这是个日本人叫石黑有野，他发明的一个技巧。因为其实溜溜球，等一下溜溜球有个技巧，就是狗咬，它是可以咬住布的。你要打自己，那你要哎呦，可以这样子咬住哦，侧面。那他就想到，哎，可以用这个技巧去抽餐巾布哦。然后我去申请了这个吉尼斯的记录。他为什么他怎么比呢？有几个人跟你比吗？还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溜球大师叫 John Higby， 他跟我 PK。那他的记录是十张，我的记录是一分钟，对，我的记录是一分钟十二张。哇，完全打败人家。所以你现在是这一项的今日世界纪录保持人，对，没错。当时有为了这个做特训吗？其实我买了很多杯子，然后就是在家里不断的拉，然后就破了很好几个这样，但好险有大创啦。39块，太妙了，真的是。我说你朋友啊？对，所以现在你已经是国际级的这个溜溜球的大师了，还会去街头表演吗？当然会，因为当初其实。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可以当医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职业。但是我在我高中开始做街头表演的时候，我发现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因为做街头表演，让我启发了这个想法，所以我现在我不能忘记我当初喜欢表演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有时间，我就会上街头去表演。在哪边表演比较多？在华山艺文特区。哦，可以看他。假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只要我有空的时候，就会过去那边表演。好棒哦！不过最厉害的是，听说你好像还要再挑战不同的项目。今天要来挑战另外一个项目是溜球打硬币。硬币在哪里？硬币放在人的耳朵上。用溜球把它打下来。对，用溜球把它打下来。之前已经有人保持这个世界纪录了，是不是？一样是那个美国溜球大师叫 John Higby。你真的要每一项都打败他。对，你为什么逼那么紧？对，他真的很懊恼，压力很大。他当时是一分钟14个。所以你今天想要破这个纪录？我希望可以破这个纪录。哇，在我们节目。对。破这个记录要有见证人，是，对不对？这位见证人呢，他这个本身已经胜取过非常多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都成功哦。欢迎这位小胖杨志荣先生，欢迎吉尼斯世界纪录，你好，验证身材一样，来，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你大概申请过哪些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我在2011年到2012年，短短两年的时间，替8个城市申请了就是8个纪录这样子，成功几率100%。对，目前为止还是100%的几率。对，好，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杨先生就要来见证我们在节目当中能不能打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厉害。那最重要的是要有志愿者，对，放钱的这些底座放在耳朵上，耳朵上，现场应该大家都大家都愿意啊，好，太好了，太好了，都打圈嘛，刚好，来，我们马上开始，来。达人神技再解放，现场挑战吉尼世界纪录。这个挑战呢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杨先生，耳朵上硬币的大小和直径必须要小于2.6公分。元庆，准备好了吗？好，顺利顺利，有顺利顺利顺利，哎呦，还蛮快的，很强。还剩下20秒的时间。4秒挑战世界纪录的元庆，会不会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呢？已经拥有一项世界纪录的杨元庆，为了能得到再次进化，特别要在节目中突破由溜溜球大师 John Hubby 所创下的用溜溜球击落14枚耳朵上的硬币的纪录。究竟他能不能挑战成功呢？大家都排好了。好了，各位，这个挑战呢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杨先生，第一个，我们耳朵上硬币的位置必须要跟我们溜溜球击发的位置大于50公分以上的距离。好，好，太好了。所以我这边呢有一个尺，有50公分的距离。好，我这边到这边50公分。好，看清楚喽。那地上呢，我们两条线来看一下，是不是都大于50公分？两条白线之间的距离是不是50、50？全部哎，到这边越来越远了。哎呦，越来越远，甚至有些地方还超过50，蛮多的。所以我们是比吉尼斯世界纪录更难挑战50公分，没有问题。好。等一下，大家那个
脸都耳朵都不能超过这条线了。对，耳朵不能超过这条线，不然这挑战队不算哦。啊，那另外还有什么规定？我们的耳朵上硬币的大小，它的直径不能够，必须要小于2.6公分。2.6公分，大家耳朵上面摆的都是台币，新台币10块钱。十块钱，好，十块钱硬币，我们来看一下。哎，这边看得到吗？啊，可以。十块钱硬币的尺寸是2.4公分。2.4公分。4公分。OK， 合乎标准。好，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要一分钟之内必须要集下超过14个硬币，就算挑战成功。哇！好 ，OK， 那元庆准备好了吗？好，好，好 ，OK， 交给你，加油，想办法。我们是一个一进到底，有电话机一进到底，所以这样才有算世界纪录。好，来，现在就要为大家倒数计时一分钟喽，预备备，开始。哎呦，厉害！好，顺利啊，顺利，有，顺利，哎呦，还蛮快的，很强。剩下45秒钟的时间，他一边十块钱还在哦，没关系，看不太到，他几点走了？好嘞，厉害。加油！还剩下20秒的时间。好，我们是一进到底啊！虽然不能跳。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一个。哇！3、2、1、0，时间到！破世界纪录了！破世界纪录了！55秒、56秒，就还剩时间，还剩4秒的时间，他已经完成。我们请这个杨翠红先往前一步，好不好？这个因为刚刚有一个过程是这样的，虫子的耳朵他可能把那硬币塞太进去，所以他先略过，然后他剩下那个他还是站回来再继续，这样子会妨碍记录吗？这样子不妨碍记录的，因为他是必须要挑战一分钟之内击落最多的硬币。对，因为对他还是等于团在这边的，对对啊。然后虫子刚刚赶快移回来了，是因为有可能他们在那边蹲很久，那个硬币慢慢又这样塞进去了，比较看不到，比较难找到，他怕伤害到同学啦。对，哇，所以在这边心情如何？杨元庆，非常的开心，很棒哎，真的。通常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这个老古公号的同学应该是要请一下珍珠奶茶之类的吧？请一下珍珠奶茶，好啊，好啊，地上多10块钱，大家捡一捡去买吧，好不好？自己捡起来买。但同学可以说一下感想，刚刚在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完全是抓了蛋，就觉得说完了，我耳朵会不会被削到，会不会笑？但是不会，你有刘海保护。但是重点是元庆的技术也很好，真的都没有打到。对，而且你们是一起共同缔造这项纪录，哎，真的，已经是世界纪录了耶！好，希望可以完成，要请杨大哥帮我们好好的申请一下。好，在这边谢谢杨翠红先生，也要恭喜杨元庆，恭喜，谢谢。哇，真的是太不简单了！除了有着抽桌金的记录外，如今又成功挑战了击落硬币。有了这双料头衔后，你可要更精进自己的溜溜球技术哦。好的，除了来宾的这个技术进化之外呢，我们同学他的这个技术也进化了。我一起欢迎这位同学小兵出场。小兵，好帅！这一次进化的这个才艺很厉害吗？对，算还不错。多特别？可以说就是在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组合。他一直在进化，哎。是。我们先看过去他在节目中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是代表我们音乐人的这一位小兵，要来带他的新奇小物。你看大学生了没啊？每天主题都变，每天看大学生了没啊？阿咪老师啥都能配，大学生了没？好的，究竟这个二胡是否真的能够演奏，还是摆着好看而已？来，哇！天哪！真的会耶！成功。
了音乐方面才华，还可以进化到什么地步？猜看看。哎呦，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又婷，你写的是？我写的是屁股 B-box，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可以练，就用屁来 B-box。对，可以哦，把空气挤压在菊花的要收放器。可能可以跟一个日本达人合作，他可以用屁股开核桃。哦，对，那不容易，不容易，力道很厉害，小牛。我觉得他可能是边 big box 边跳舞，因为他不会跳舞，然后他最近的表演又掺杂一些小小的跳舞动作，对，所以我觉得他或许想要挑战这个。好，小兵告诉大家，今天全面进化升级的是这东西，可以说是全台湾啊。我说我第二名，没有人敢说第一名。哇，这么帅啊！这么帅啊！帅！以前这样表演出来之后，万一有人不服，就说那我来跟你，你就这样就。就我也蛮害怕的，要接受挑战呐，对不对？啊，好不好？马上来看看小兵的进化才艺。说到小兵的音乐才华，观众一定不陌生，但私底下的他其实也会不时的精进自己的音乐能力。如今进化过的他，又会为我们准备什么样的精湛表演呢？Go blum, and the seals go ow, ow, ow. But this one sound that no one knows. What does the frog say? What does the frog say? What does the frog? Check it out.I can sing a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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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oh what does not do say 这个东西好吃哦，这个东西好吃哦，这个东西好吃哦。What does 桃子 just say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假的？大学生了没？哇！好酷哦！太帅了吧！对，不好意思，是哪一台啊？哪一台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Loop Station， 就是人生循环机。对对对，他就会一直重复，就是比如说，就重复你刚刚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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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你刚刚的话。好，先这样。对，哦，讲什么？然后这一台叫做MIDI Fighter， 然后它这是它的学名，可是我又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音乐炸弹，就 Music Bomb， Music Bomb， 因为就是它有很多个按钮，然后就好像一个炸弹一样，所以我只要一触及它就会，就是，其实它会爆出来，也是你可以去输入不同的音色，对，就是所以跟阿米老师那个也是一样，对，类似类似。它是其实也是可以输入到一个 keyboard 里面，对，也是可以输入 keyboard，它是一个 MIDI 的音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最神奇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当然很多制作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它可以现场去一气呵成把它表演出来。哇，这个
要寂寞多久才可以？这个，这我越来越不寂寞，因为我原本只有他，然后我现在有他，然后就是越来越还有。就是朋友还是他们啊？朋友。而且桃姐，这是他的电脑，我刚刚检查过他的 C 槽，他 C 槽里面没有 A 片。空的。哇。男大生创新技巧，恐让 DJ 面临事业危机。你把那个相关的影片 po 上网之后，有得到什么回响？这个东西其实蛮，就台湾比较少，但是在世界蛮多人玩的。po 上去之后，我会，比如说我会研发一些新的技巧，像我最近研发一个技巧就是刷碟。人生怎么刷？对，我用口哨刷，就这样，对不对？口哨把那种还在刮碟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很多 DJ 在家里冒汗。对呀、啊。大学生了没？那刚刚表现大家觉得酷不酷？嗯，偏差。太厉害了，全部的精神都在这上面。太厉害了。波，你觉得小兵每一次表演的时候真的都很帅，因为他我们都知道，因为他自己平常其实都会po 上 Facebook 他的练习什么，你就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自己练习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真的很棒。阿蹦有问题？小兵你真的超棒的，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台湾没什么人会的话，那你是怎么练习这个东西？哦，对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因为他们产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一些介绍，然后我就会大概看一下他有什么，就是。特效或者是怎么使用，然后看说明书，看原文说明书，然后自己一个人一整天在家里就是慢慢对，我就试试看，试试看他的是怎么玩。来宾，小兵你真的超强的，谢谢。你可以给他先赞哇，就是你把那个相关的影片 po 上网之后，有得到什么回响吗？哦，就是在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就台湾比较少，但是在世界蛮多人玩的。然后就是我在，就是我定期 po， 2014年我就是冲这个，我就是冲这个，我就是啊，真的真的，好。然后就是冲这台机器，所以我每个月一定会逼自己上传一个影片。然后这自己有很 discipline， 我比对自己比较严格。然后就是我 po 上去之后，我会比如说我会研发一些新的技巧，就是可能国际上就是像我最近研发一个技巧就是刷碟，但是用这个就是通常都是刮盘嘛。人生怎么刷？对，我用口哨刷，就这样，对不对？然后可以刷，这样。口哨把那种还在刮碟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很多 DJ 在家里冒汗。对啊，对啊，他能够达到这么多不同的效果。这台要多少钱呢？这台要大概快20000。哦，那这台嘞？这台其实很便宜，6000块而已。哦，对，而且它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我可以把我需要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我喜欢吉他，然后我就哇，这样，好，加入。对啊，还拍出来，还练了那么久的吉他。对啊，对，吉拍打得好好。但是这可不可以跟别的表演者互动？可以，可以，可以。比如说跟，比如说跟 Locking 的谁，就是舞者。好 ，Locking 的舞者。来，桂纶镁麻烦一下，谢谢。好。好，现在小兵马上用自己的创作呢，来跟张浩 Dancer 来做互动。来 ，OK，Let's go。问题就是你已经精通这么多的乐器了，那你还有没有就最近还有没有练什么比较特殊的乐器？有，就是陈辉，我请陈辉当一个就是乐器，是乐器。那你是吹奏乐器吗？还是用弹的呢？是拨奏，是拨它。
播他，就是我请他，就因为他去西班牙，然后我其实想要这个东西大概快两年，因为台湾也没有卖。哦，什么东西啊？它是一个口簧琴。哦，就是你刚用的这个。对，刚用的这个东西。哦。然后它其实非常好玩，也非常电，好像可以开瓶哦。很像马蹄、啊、马蹄铁或者是什么。然后这五金行好像都会看到、哦。那开啤酒瓶的、啊。对，它震动簧片、嗯。然后就是它的声音很厉害，它可以分很多层的听觉去听。比如说，第一个是。对对对，这是第一层跳起来的声音。然后还有它有另外一层是。它有泛音，好、哦，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哦，就是那个叮叮叮啊，就噔噔噔噔好酷啊！是你口型有变化吗？口腔内的变化。哦，对，所以只是大小的变化，而不是你有在就是舌头跟软口盖很学术、嗯。可是就是如果大家如果省略那咚样样的声音，它其实上面还有一层饭可以听。我们看到这大学生的努力真的是才华、哦，好棒哦！掌声鼓励一下。好，接下来第三位才艺经纪人是谁呢？是张振龙，欢迎他。张振龙。我对你有印象，有吗？啊，魔术师是不是？对，魔术师，你记得他？我记得，你都只记得女来宾。没有，他是女的、啊，不是啊，他是魔术师啊。但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方面的。对，龙哥，你表演的时候，大家有什么误会吗？那时候误以为大家会印象深刻，会觉得说好像只要我拿到了一只手机，我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不好？当时的表演。好，首先这边呢是一副完整的扑克牌。给镜头看一下，嗯，每一张都不一样 ，OK， 好，那我想请露露呢，请你也做一样的动作，在任何一个位置，随一个地方，将牌拿起来，翻转过来，一样盖回来。接下来我把这副牌稍微拨开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副牌在这里呢有正有反，嗯，对，中间这个正反交切的地方呢，就是两位刚才切牌的位置了，嗯。如果你们多拿一张牌，少拿一张牌，今天这张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嗯，没错，这张牌可以请田哥帮我保管一下吗？先不要看它，放在你的胸口好了。哦，放在胸口。好，接下来呢，来，我想跟露露借一下你的手机，请你帮我扫描这一张 QR code。好，扫出了一张扑克牌，嗯，上面显示的是方块七，请看一下刚才所以那一张牌，这张牌是不是？好啊，方块七就是方块七耶！哇哇！所以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你对你的人生有改变吗？有蛮大的改变。其实那一集我会先爱上你，不是？那一集其实我表演两样才艺，嗯，是手影跟魔术。对啊，对对对，他是手影大师。对，那在录完之后呢，很不幸我就去当兵了。哦，对，我也报效国家嘛。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一退伍之后呢，可以讲重点吗？我就出了，怎么样？重点在于呢，我一退伍就出了两本书。哦，这两本书呢，都是亚洲的第一本创举。年轻人帮你当助理，你看。对对啊，那刚金世界纪录，你感觉送给主持人一本，谢谢。那一本呢，就是手影的书，一本就是手机的魔术书。哦，两本都出了，全亚洲第一本的手机题材的魔术书。嗯。哦，一直钻研关于手机方面的，对啊，因为其实魔术师平常都会用一些生活用品来变魔术嘛，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这不是可疑的道具。那其实现在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是手机就是我们最生活化的用品，对，大家都有拿手机来变魔术非常合理，而且不用带一些道具出门。好，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表演，好不好？欢迎张振龙。以科技结合魔术的张振龙，才初次登场就让主持人赞叹不已，就连主持人也对他印象深刻。而经过时间淬炼的他，会进化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大学生了没？大学生了没？好的，
马上就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魔术，看到没有？嘿，不见了！哎呦，哎呦，结束，好厉害哦！谢谢张振龙。不是的，干什么？他要用手机来变啊！他不是弄一个啊？现在我们有扑克牌来变魔术，对，今天要为大家带一段呢传统魔术的突破哦，结合起来。好，首先这一副扑克牌，我要从里面拿出一张特别的牌。哎呦，最特别的是鬼牌，鬼牌没错，就是这张鬼牌，先把它放在这边。好，在前面不要去动到它。好，接下来呢，洗个牌，然后我要麻烦 King 哥帮我在这副牌里面呢，怎么样？来拨牌，随意一个位置喊停。好，停。好，这个位置来看一下是什么，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你看到，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吗？让大家看一下，让镜头看一下。好，那你眼睛闭起来哦，我转过来看一下哦。你好，不要动哦。哎，哦，好。看完之后，把它压在你的胸前。我的胸前。好的，转过来喽。通常魔术师的工作就是找到这张牌嘛，是。但是这样的习惯，这样的模式呢，大家已经看习惯了，对，所以今天要来一点特别的，突破它。没错，我要用这张鬼牌，把找牌的这个重责大任呢交给他。啊，你都不用负责任，好不好？交给他，责任交给他。嗯，大家知道鬼牌的由来吗？鬼牌的由来，鬼牌的由来，告诉我。会有由来吗？其实鬼牌最初被发明的时候呢，是一种替代牌哦，就是说当你的牌掉了一张、少了一张，它可以拿来取代任何一张扑克牌。是的，所以呢，也因此它是整副牌面最有魔力的一张。嗯哼，现在我就要透过它的这个特性来显现出你们所选到的牌这个位置，仔细看，要干嘛？要显明啊！感觉到了吗？哎，不知道。感觉不到。嗯，没看到。啊，我知道了。怎么了？其实有些现象，有些东西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嗯，这时候我们需要透过怎么什么镜头哦，打开平板电脑可以看到这个，有个相机的镜头。屁股，哎，什么偷拍我屁股的？哦，现在哎呦，可以看到里面清楚的影像。好好，透过这个影像呢，接下来请仔细的看着，不可能吧？这张鬼牌。在这个虚实之间呢，你会渐渐的感受到它所传递的讯息。哎呦！哎 ！Oh my god！ 出现了一张梅花三，所以 Ken 哥，你选到的牌就是梅花三吗？你手上是变了，真的！好厉害！好厉害哦！你手上的那张牌什么时候变的？哇，也太强了吧！哇，强哦！所以到底是他厉害还是 iPad 厉害？都很厉害。对，这是一个科技结合的魔术，好强哦！你像那黑猩猩看到吗？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感觉，非常的精彩。在这边谢谢我们张振龙，谢谢。好，今天看到三位呢，他们的才艺已经进化的非常的厉害了。但是如果说大家还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你们觉得说他们怎么样会更强？来，或者说可以做什么变化都好。张浩，因为我刚刚有看到第一位，他那个他不是溜球有进，有就是有加一些像是跳跃啊的动作。如果他可以加一些像是体技的部分，让画面变得更丰富，或者是高度啊。体技是什么？例如像是可能阿林刚好做那个像蚯蚓，蚯蚓对，他可以这么绕，动作不一样，或者他可以翻，然后还可以。还可以玩什么之类的，结合特技就对了。特技对，这边是可以说是都是臭皮匠啊，对不对？大家聊一聊，搞不好可以让这个才艺更精进。但是我觉得这三位已经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你们，谢谢，谢谢。